哇，老酷哦！天哪，超市我发现超市的，韩国人可能他们都不太知道的一个景点。哎呦，想超市那条路就不见了，真的？它还有这样哦，酷哦，哎，浪漫呢，就像肉排这样哎，酷哦，哇，怎么这么好吃？对呀，请锁定时尚玩家两天一夜购。